有种音频初吻叫易烊千玺，飙戏周冬雨，吻出吃播效果。近期大火的电影比较多，而整个娱乐圈仿佛都在为易烊千玺和周冬雨合拍电影《少年》的力作宣传。周冬雨也是个高人气的演员，相信两个人主演的电影能刷新电影记录，成为一部大火的电影。拍摄《少年的你》时，易烊千玺对人物把握几乎都靠去感觉，能与实力影后飙戏是个很好的锻炼。他在剧中饰演小北，没想到还有吻戏，这让粉丝们激动不已。荧屏初吻就这样给了周冬雨，我们一起回忆剧中的吻戏。第二次是小北先主动挑起吻戏，从画面来看，易烊千玺饰演的小北与周冬雨饰演的陈念吻戏画面感十足，周冬雨嘴唇被咬起来，有种吃播的画面，两位演员演技在线。虽然是易烊千玺的荧屏初吻，并不像粉丝评价的献给了周冬雨，而是献给了观众，毕竟是演员，未来的吻戏是不能避免的。